你好，欢迎来到 Mark Academy。 你好你好，应该怎么称呼你呢？我是 Jason。 Jason 现在从事什么工作呢？现在从事影视制作公司还有影视制作学院。哦，你就是创办南马好莱坞的 Jason。 是的。那你从事这行有多久了呢？我在这行已经20年了。这样也是，我还记得第一次做影片是什么感觉。我制作过的作品超过300部以上，所以不记得了。印象深刻的是什么？我的每一部作品我都是亲力亲为，但是要说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世界500强企业在本地的商业广告制作。那你跟哪些世界500强企业合作过？碧桂园、中国建设银行、跨国企业包括乐高乐园、富力集团还有凯业嘉轩。那是什么契机让你想从新加坡回到这里创办学校呢？因为我想要让南马的影视作品与国际的影视作品得到同等的地位。在柔佛发展对你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？因为我想要发展南马的影视制作行业，南马的影视制作行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。哇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你们的秘密武器吗？是的，我们是南马区唯一一家拥有 DaVinci Resolve 调色盘的影视制作学院。这个调色盘是各大电影与广告所使用的专业调色盘。我们提供的是2年英国高级文凭课程，还有 part time 课程。我们的文凭是与英国一所大学合作，而且我们教的不是纸上谈兵，而是实战经验。这些都是我们所得过的奖项。当然，今年2019年世界杰出名人榜也颁发了杰出品牌大奖给我们。偷偷告诉你，今年还有个大奖哦，请留守我们的Facebook。你想要成为下一个人才吗？那就来我的学院看看吧。